一是车，嗯，刚过完，刚到这儿，对，然后我们来到这儿，你很瘦小啊？啊，小我很瘦，怎么这么胖呀？大哥也胖。那明成啊，不是不是明成，那个朱莉是跟到那儿，不，他走完我就在这儿了，然后接着回来，对，然后我们仨在这儿，一人一个胳膊，一人一个胳膊，棒，哇，砰，啪，如何掉在这儿？好吧，那。它一启动，我以后直接掉那儿了。对啊，你不管干，反正掉了，只要它掉了就可以。好，明白。不是，那掉哪儿？我们视线有那个，那它掉了，搭车开走了，我看那儿，他们俩看这儿。我告诉你，苏家就没有你这样，你就没你呀、啊。忘恩负义。不是，你就没，压根就没拿自己当苏家的人，挺好，你也不配姓苏。我不配姓苏，你最配了。你就应该改名叫苏妈宝，你三十好几的成年人，成天搜刮父母的血汗钱，你要不要脸？谁搜刮父母血汗？啊？问你自己。我好想逃，却逃不掉。不，当着大家面说清楚，谁搜刮父母血汗钱了？还是没有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请不起，赶紧上车了。啊，他没过来，不是他一会儿再过来。我们走了。啊，那我还是等于是啊，好行，那搁在这边候着，然后完了以后他说，王者不可阻挡。啊，对，谁给的？对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在这不敢打你啊？是不是？你干什么呢？这是。你这么生气，能让他放？要打吗？打吧。你能不能少说几句？你能？你这么说了，你看，苏明玉，你给我滚！走吧，朱丽，让他走。滚蛋！你得再往上上。你都不是苏家的人，你三开我，大哥，我告诉你，你来，你这次走了以后，你永远别再来苏家。金星出来了，我去。